是浅色球衣。韩哥拿球，哇！马上第一步切入就造成了犯规。他这招有教啊，手是放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一做一个画圈的动作，吸引裁判的。刘彦廷这个出手没进，陈信安拉向篮板。陈信安，两次教的问题，防守没有交代，所以空档很容易的就出来了。这边陈佑伟标进了三分球。休赛季的训练，看起来安哥跟佑伟的默契也不错。我现在也都怀疑，对，我现在也都怀疑另外一个七中，这个三分线命中率是蛮高的。然后乔楚瑜还有刘彦廷两个人是11投7中。陈信安在弧顶，这边有身材上面的优势，转进来，哇！这边是一个净算加罚，陈信安的首度。其实虽然说是退休了，不过以他的身材打到画面的优势了。哇，加罚也进哦！哇，王一凡刚刚是陷入两难呢，他很想要认真的守，但是又怕守到安哥，对，太用力好像也不太。我们看到现在墙边的三位球员刚好是三个高雄钢铁人的。哇，台湾飞人陈信安来了一个三分弹。来回顾一下这个陈信安的三分球。刚刚也是用一个牛角战术哦，少辅去做下滑，那安哥 pop out。再做一个 handle， 这边王一凡这个上篮差了一点点。